我今日睇报纸咧，睇到啦，后面而家呢个九龙城啊，联合道呢度嘅时候一烂铺啊。嘿，早晨啊，就系茶马，听日开始冇饭食啊，晚市冇计啦，今日第五波。这个今日睇报纸你见到噶啦，这个《星岛日报》就讲2021年1月6日朝头早8:43啦，星期四啊 ，sorry 系2022年啊。咁啊，呢个应该就系、睇报纸写啦，就系讲呢个联合道啊，九龙城嗰度嘅时候咧，就两间铺成交咗6800万。但系睇真啲咧，就奇怪嘅事咧，就系、是、之前都有报道过呢间嘢。咁你睇翻嗰啲嘅 Land Search 啊，注册处嘅时候咧，就2021年9月8日啊，报纸咧嗰时曾经写啦，就《星岛日报》啦，就话5.5亿就中资财团收购全段嘅业权啦，联合道嗰度啦，咁啊点样重建咁啦。咁啊，奇怪嘅事咧就係、是、嗰時就話波叔沽出嚟啦。奇怪咧就係話呢個嘅 A 鋪咧，咁就曾經嗰陣時成交咧就註冊嘅啦，已經係3200万簽咗臨時買賣合約。咁今次成交就係3000万，即係3200万減到3000万啦，同一個買家嚟嘅，唔知係咪中資財團啦嚇。咁啊 B 鋪咧就原本成交係4200万，都係簽咗臨時買賣合約註冊咗噶啦。咁而家就改為3800万，即係前後嘅時候咧5个月時間啦。咁啊鄧成波家族就減咗600万啦，即係大概8.2% 咧。由呢個7400万減到呢個6800万咧，就沽咗呢兩間鋪啦。我之前拍過條片啦，你睇翻之前喺下面describe 過嘅情況啦。當然數字而家有些少 update 咗唔同啦。咁啊，基本資料話俾你知啦。今年咧有鋪啊，雖然第五波啊，業主你總之有鋪放售嘅時候，經紀有鋪放售，記住俾我。今年我哋公司要買6至8亿嘅港幣嘅鋪啊，咁6至8亿啦。咁我哋上年就買咗5.7亿啦。咁總之有鋪揾我啦。唉，冇計冇計，總之係咁買鋪啦。Omicron 都嘅時候，希望平啲賣俾我啦。咁啊呢個九龍城呢個聯合道2至4号呢個御聯大廈地下嘅 A、B 鋪，咁啊面積咧就係講緊850尺同埋925尺啦，但係呢啲建築面積嘅你唔使理噶啦，總之你自己用眼去睇啦。總樓面面積就1775尺 ，A 鋪咧就賣咗3000万 ，B 鋪咧就賣咗3800万。記住啊 ，A 鋪原本咧註冊咧買賣嘅時候咧臨時買賣合約，上次咧就係3200万，而家3000万啦。B 鋪咧就上次咧就係4200万，而家就3800万啦。呢兩間鋪咧都係近呢個太子道西嗰度咁嘅。咁前後咧就5个月咧，叫佢減咗600万，即係減咗8.2% 咁樣。買家就為同一個公司，嗰陣時報紙就講咧，就係呢個中資用5.5亿收購全段嘅業權咁樣嘅。上次報道咧，我講埋係另外一間報再成交咗添啊，咁啊，今次唔多講啦，今次報紙冇講。咁啊，呢啲總之報紙內容嘅時候咧，就呢樣唔會讀啦，咁你大概得個知啫。呢啲收購嘅嘢咧，唔識評分啊。睇翻我上次6个條片啦，總之業主經紀有報放售，記住揾我得噶啦。或者話9031431打去公司嗰度啦。今年要賣6至8亿鋪，我努力地賣緊鋪。恭喜買家，同埋大家冇晚市食嘅時候就留屋企啦。一家人開心下，睇翻上次6个條片。今日睇報紙咧，睇到啦，後面而家呢個九龍城啊，聯合道呢度嘅時候一爛鋪啊，就咩中資收購啊，點啦，2至16号啊，呢度嗰樣成交咗几千万，你知唔知？俾你睇真啲嘅講。Hey, 早晨啊，咁啊，朝頭早而家就講緊係8:08，2021年嘅9月9日星期四啊。咁琴日內拍咗啦，未有時間執喎，太夜啦搞到。咁啊，呢個聯合道咧，九龍城2至16号咧，就本來係阿波叔嘅，咁就有個內地投資者用5.5亿買咗呢一辣嘅鋪啦，同埋上面嘅業權就加埋起嚟嘅時候73个業權啦，就聯合到2至16号啊。咁但係我就係講鋪嘅啫，純粹講鋪嘅話咧，咁你睇翻嗰度就有3间鋪就成交咗嘅，啊一次過成交埋啦，咁就講緊就係聯合到呢個嘅2至4号同埋10至16号嗰度咧，3间鋪框住咗，就掛住咗個 JLL 牌嘅，咁就成交咗係3200万、4200万同埋3500万啦。咁老實説嗰啲位置嘅時候係收購嘅啫，邊度值呢啲咁嘅價錢啊？譬如我估啊2000零万啦，即係比個正常個價錢貴咗一半咁啦，貴一半啦，通常都係咁啦，收購貴一半啦。咁啊樓齡分別係55年啊、46年啊咁樣。咁我拍咗條片㗎啦。咁你可以睇翻，咁就基本上就阿鄧成波原本揸住呢度近半嘅業權啦，呢一粒啦，就講緊2至16号呢個聯合度，咁啊賣咗俾呢個內地投資者，唔知邊個啦，咁啊，所以就琴日落去睇咗，咁啊上面啲樓啊唔識講啦，咁總之呢度成個可以建嘅地盤面積嘅時候，就講緊個可建樓面面積就係90450尺啦，咁你睇翻嗰下面嗰段字咁 OK 啦，同埋報紙都講過，落去拍條片，一粒嘅鋪同埋樓上業權咧。報紙咧睇到啦，後面而家呢個九龍城啊聯合道呢度嘅時候一爛鋪啊，就咩中資收購啊，點啦，2至16号啊，呢度嗰樣成交咗几千万，你知唔知？俾你睇真啲嗰幾間鋪咧，還要啱啱經過呢頭嘅時候啊，今日報紙你睇到啦，冇辦法揾只窿。
收购嘢唔识俾分啊，邓成波搬出嚟，咁啊，另外有啲啊中资接咗货，咁啊呢个第九龙城联合道超级正噶啦，因为重建啊嘛，冇办法啦。咁啊个出翻外面就太子路西就即刻旺好多啦，拧转面俾你睇啲，对面马路睇到容易啲。呢、这个角度望下啦，总之呢辣嘅铺咧就全部都系讲紧重建啊，呢扎你明啦，联合道呢个咩2至16号咁呢个啦，咁咧 exactly 边间架边间嘅时候咧，咁我自己 check 翻睇真啲嘅时候咧。就總之今日報紙呢度講2至16號咩內地財權5.5億吸購，咁啊近半嘅業權呢就嗰日嘢啦，好鬼悶啊！咁咁之後咧就再講起咧，就講起呢個原本咧就由呢個鄧成波家族嘅去持有嘅，咁啊之後咧就早前啊鄧成波又放售呢大扎嘢呢個嗰樣，但係 anyway 講嗰啲，我想講翻關於鋪嘅多啲啫。2至4號鋪嘅時候咧就呢一度2、4號鋪啊。右手边2号啦，左手边4号啦，咁就讲紧系成交咗3200万同埋4200万啦。咁啊，再望过去嗰边嘅时候，10至16号第一个7号铺啦。咁嗰度嘅时候咧，咁啊框住个位啦。咁你见到咧就应该系成交咗3500万，楼龄就55年啦，46年咁啦。原本业主就1500万啊，285万啊，620万卖入咁样嚟，唔使理噶呢啲啊。总之呢扎嘢你睇到嚟。咁啊呢度咧外面就出翻外面就太子路西啦。咁啊对面啦有个另一个 project 咁样啦，呢件就比较正啲，但系重建咗个梗系变相有。公司收购得嘅，佢计掂条数啦，唔识俾分啦，总之恭喜买家，恭喜买家啦。咁还掂呢头嘅时候，当一个历史啦。咁啊之后迟啲睇啊，呢栏楼已经拆晒噶啦，会系好多铺我影嘅时候都拆晒啊，迟啲会。好，恭喜买家，恭喜买家。而家系2021年嘅9月8号星期三晏昼嘅5:20，恭喜买家，恭喜买家。